新华社照片，南极中山染。2018年1月4日，南极风光壮美，冰山正值南极的夏季，冰山加速消融，呈现出圆形的镂空。2017年12月25日摄，南极冰山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下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壮美奇观，它们在南大洋的海面漂移，最终融入大海。新华社记者白国龙摄。新华社照片，南极中山染。2018年1月4日，南极风光壮美，冰山浮冰中的冰山一角。2017年12月25日摄，南极冰山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下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壮美奇观，它们在南大洋的海面漂移，最终融入大海。新华社记者白国龙摄。新华社照片，南极中山染。2018年1月4日，南极风光壮美，冰山从航行在南大洋的雪龙号上远眺海面冰山。2017年12月26日摄，南极冰山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下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壮美奇观，它们在南大洋的海面漂移，最终融入大海。新华社记者白国龙摄。新华社照片，南极中山染。2018年1月4日，南极风光壮美，冰山。2018年1月4日凌晨，南极中山站附近的冰山上空悬着一轮明月，南极冰山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下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壮美奇观，它们在南大洋的海面漂移，最终融入大海。新华社记者白国龙摄。